咁我啱啱就覺得 Expo 嘅氣氛好好啦。咁其實咧，運動博覽咧係令到市民有更加多嘅唔同嘅機會咧，去接觸到運動員啦，或者唔同嘅運動。好開心見到咧，台下啦，或者亦都有啲觀眾走上嚟台上咧，同我哋一齊去嘗試做呢啲動作啦。頭先喺台上面見到咁多小劍手比賽咧，我就諗翻起自己細個嘅時候，而家越嚟越多小劍手去參加呢一個運動嘅話咧，令到成個劍擊界係進步越嚟越大咯。今日咧就真係好多人啦，有年長啲啦，有小朋友啦，唔同嘅人都可以認識到我哋飛鏢定向活動，我覺得就真係好認識唔同嘅區域啊，同埋都會俾小朋友可以去完成啲任務啊咁樣咯。是香港一個對於體育產業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其實香港很多市民都很想有運動的，其實是很期待它的開張。700万市民都可以真好好利用這個最新的一個體育場館去做一些健身。很希望在我自己退役之前都可以在啟德體育園打一次世界賽，因為自己地方打世界比賽的感覺真的可以很開心，可以將一些新的運動介紹給小朋友和大人認識的。是一個好的機會，可以有不同的運動都可以在園區裏面進行。我希望啟德體育園可以帶來更多大型的國際比賽，讓香港市民和一眾的運動員可以有一個國際舞台，會令到我們本地的年輕人更加見識到原來做運動是可以去到更高更遠的，幫助整個香港的運動的業界發展和提升。都希望多些的運動員可以聚在一起做訓練和交流。我們很期望在啟德體育園開幕之後，絕大部分飛越啟德的活動都可以回去啟德體育園那裡進行，到時可以利用這個嶄新高水平的園區，令到市民大眾有一個好好的地方去參與這些活動。啟德體育園，啟德體育園，耶！